今天跟大伙说还是讲的人性，做人啊别骄傲，为人要低调。道德经里面老子讲，我们的人应当向谁学习？他能滋润万物而不争，他虽然处的地位相当低，但是他能得到所有人的亲爱和拥护。我们是平常人，不可能有谁那么大的功能，但是我们起码能和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互相往来、互相帮助，这样也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情和爱护。你道路是越走越宽，你的财运会越来越好。而那些凭着运气一时得势而爆发的人，他目空一切、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，那种人一旦运势过去、坏运到来，他会落马甚至进牢笼。那到那时候，所有的人会拍手叫好。所以要记住，为人一定要低调，千万别狂妄自大。关注我。